Hello. Hello.晚安。晚安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今天特别白。晚上好。先来点惊喜，好的。什么惊喜？网络好像不好到我都不能播音乐。晚安。哦，超级可爱！我真的爱了。是猫咪，是猫咪，是新的特效对不对？谢谢九蛋的猫猫抱抱。猫主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猫咪超可爱的哎，悠悠，很可爱。这四天限定，到哪天？我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有吗？谢谢九蛋的猫的手手，为什么这个月是猫之月吗？猫狗大战还有狗的，有猫跟狗还是鸟狗的，可以都是猫的啦。我那么爱猫，我网路笔电网路很不好，最近网路都很不好。Hello， 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其实我刚本来要绑头发，本来想要绑一点不一样的发型，可是因为我刚拍行动拍了20分钟，所以没有绑。对，是有那么一点可惜啦，还是我现在放。谢谢林博的香槟，今天是什么天堂啊？而且还是粉红色的，我今天很幸福。谢谢林博，嗨明晶，好可爱哦，是不是跟我一样可爱？是想要猫猫的吗？对，是可以啊，可是我没看过狗狗的，狗狗应该也是蛮可爱的。今天是粉粉日，哪一个粉？今天是粉色的，谢谢 F 的，谢谢 F 的猫主，喵！我真的很幸福哎，而且它还是蓝眼猫哎，很漂亮，我比较可爱，有没？而且我今天下午才刚洗头，但是看起来超级油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厉害哎。Hello 芋头，我真的播不了音乐，我真的播不了，没关系。谢谢艾拉的猫猫抱抱，我今天会被猫抱到开心死哎，很开心哎，我是真的很开心，谢谢。西恩对狼照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。今天到底是什么幸福的 day？ 今天很紫对，谢谢。压箱底的韩，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穿旗袍的我的吧？今天会一直背包很幸福哎，真的超级幸福的。有，谢谢七二四企鹅的香槟粉色特别版。我真的，谢谢七二四七二的三个香槟粉色特别版，谢谢，还是不止三个，是不是不止三个？现在几个了？快五个了，对不对？谢谢，今天是值得开香槟庆祝的 day 吗？谢谢，灯光照下去变粉紫色，因为笔电有反光。谢谢七二四七二，今天很多香槟哎。是无酒精的吧？谢谢，怎么那么炫泡？对啊，新的脸部的，我有新的脸部特效。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？因为我刚被很多猫抱，然后我还有香槟，然后我还有跑车，全部都是粉色的。对，粉色版没有六连暴击，什么意思？但我放不了音乐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很开心耶，今天。很开心。我今天要绑个头发，但我不知道要绑什么。你们觉得我要绑什么？你们有看到限动了吗？谢谢西恩的香槟，谢谢。今天这个是粉色对，我应该穿个粉色衣服，怎么是穿紫色？哎，没关系啊，粉色加紫色是我的应援色。我觉得我要重新开机笔电。晚安，晚安。反正我最近心情很好。耶！现在是粉紫，对。哦，对，我要跟你们分享，就是最近不是有那个购物节嘛，然后我本来什么都没买，但是连妈咪都问我说：“你没有买东西吗？”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像应该买一下。然后我就在那天吃晚餐的时候，我就下了五个订单，对。然后你们猜我只花了多少钱？猜猜猜看。而且那五个订单都是有衣服啦，然后。有两个单是衣服，一个单是很多杂物，然后一个单是化妆品。你们猜我花了多少钱？2000，对，2000。哎，我有说过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放音乐，到底为什么？关机一下。为什么要下五个？就是下五个订单呢、啊？下五个订单，只是礼貌性问一下，因为连妈咪都跟我说，你怎么没买东西？我就整个不买，对不起我自己。对，我只花2000多块，因为每五个单嘛，然后都免运费，然后但我买很多衣服，对，然后我之前买很多衣服，然后有那个虾币，所以我有很多折价券，我好像折了400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不是有那个虾币回馈，然后。因为他两单都分别各可以折不同价钱，对，然后我就折不一样。隔壁姐姐下了一对单，一对单是什么意思？你花7包生血一抽，反正免运，对啊。可是我平常其实也没免运，所以我其实购物节我没有说什么特别心动，因为我就是平常，但我是一次买比较多的。谢谢笑笑的橘猫，今天真的是猫猫 day。 前几天也差不多，也是金虾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是银虾。姐是金虾是不是？你是黄金虾？什么？再上去是什么？银虾？我也是银虾哎。你怎么可能只有银虾？买零食买到金虾？哦，是价钱不是单数吗？没有，他把。我怎么记得一开始是6单？通虾不用门槛，然后银虾6000，然后金虾3万，白金虾6万。你这么了解？那你立志成为白金虾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当白金虾妹。对，之前周五的应该是金虾了。对，我原本是银虾，我也不知道我原本是银虾哎，我不知道我原本是银虾，然后我上次结账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银虾。有猫真好，真的，一直怎么感觉还没醒？有啦，它有醒，又是这首，对，都没你的天，八月正午的阳光，都没你耀眼。他只买吃的可以到金虾，我好像没有在那个虾皮买过吃的东西。这个补色让我的颜色有点怪。滴滴金泉滴成流水，谢谢阿基拉的是折耳猫啦。你是选送什么猫，它就是什么猫，它是随机的。小时候跟现在蛮像的，有吗？我变漂亮很多吧。你们知道我小时候婴儿那时候长得超像老头的，就是我没有眉毛，然后好像头也有点秃，哈，头很高，然后头发很少，对，
六种随机哦。但我现在已经收集了两种猫了。现在领果的是布偶猫，我超级喜欢布偶猫的，布偶猫很可爱。我们今天可以来大谈猫猫。那你喜欢这个猫吗？不喜欢呢、啊。只有这种猫我不喜欢，其他猫都可以。无毛猫也比这个猫可爱。那如果今天那个吉娃娃猫咪画的，哪个比较可爱？吉娃娃猫咪画，应该是我比较可爱吧。怎么会是你？怎么样都不会是你啊！猫咪是随机的。陆凯还抱怨怎么没有碰奖，哎，刚刚不是有橘猫吗？婴儿也太小时候。谢谢泡芙大叔的四橘猫啦，他讲他肚子饿是不是？没有，无毛猫，对，吉娃娃和猫咪画可以不要吗？还有那个、啊、法斗猫咪画，不要。哎，我想做个小调查，谁觉得法斗可爱的？觉得法斗可爱举手。这哎，这个折耳猫，谢谢，谢谢草莓酱的折耳猫，法斗妖。婴儿时期没看过吧？应该只有看过《晴天刚的臭脸》，哈哈哈。婴儿时期你们就是没看过啊，因为我连我都没看过几次。对，这应该不是一小时版的吧？法斗，哎，是法斗吗？还是法斗？法斗。法斗爱好者真的、哦，但法斗我 get 不到啊，因为我觉得哎，为什么变那么黑？我觉得法斗可爱的就是分两种人，怎么办？我今天长得好奇怪。好，觉得法斗可爱的人分两种，哎，不是，本来就两种，一种觉得可爱，一种不可爱，就是对。法斗分两种，不懂狗巨大，另一个才养好就是法斗。你们怎么知道另一个才结？法斗觉得长得很有个性，长得很忧郁很萌，我没 get 到。狗狗还是要很经典，什么再看？我喜欢那个白白只有小小只的，耳朵是有点像圆圆的狗，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？就是白白的，然后很小只。你有看到吗？啊？看到什么？哦，谢谢谢谢你家里的猫猫的手手哦，谢谢。才看到，你有看到特效吗？你明明又没有看到。你怎么知道？停留了那么久。没有，很奇怪啦。哦哦，我刚不小心滑到旁边了。他有拍过，反正写了。我只有120的浪花，我已经送你的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知道要怎么答题呀、啊？谢思豪的猫猫的手手。好凉。要怎么答题呀、啊？我特别设立在7:30开，就是为了答题。但我好像。你有没有念我的礼物呢？有，我刚刚有念。没有，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特效？有啦有啦，等一下补你。我等一下。眼睛睁大一点，你出面会了。哦，时间都会跳出来，所以是8:00开始哦。我一直以为是8:00结束哎。一二二还可以再丢一个猫掌。一二二还可以再丢一个猫掌。大家等你们 carry 我了，我有达到有那个有金额才的那个。什么意思？他怎么旁边有框框了？就是你答题啊。旁边显示了。12题都答对吗？等一下，你俩在哪里？这里啊。我没有。没有更新哦。没有吗？没更新哦。哦，你没有更新。那你的借我。我以为有哎。没有更新。没关系。谢是姐的妈妈手手。哦哟，这个活动持续一个多礼拜了，你怎么这么慢？因为我上个礼拜都8:00开啊，浮动活动窗关了吗？我应该没关。嗯，看一下哦，
在哪里啊 ？Hello， 赖钱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应该是 IG 过来的吗？重开。哎呦，你们吓我！预计到七月初都有还有机会，不行啦！我知道你们上礼拜有说要更新，但是我想说没关系。嗨，阿米，晚安。那你借我，帮你们念题目给我，我来答，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参与嘛。在哪里？还是我要开你们才可以答？是吗？还是我在哪个页面可以用到？Let's go pink， 时间可能不够。答题是没办法留言哦，好吧，就十五秒。我是很难过，我真的很期待玩那个游戏耶。今天是粉粉，好瞎，傻眼，一题只有十五秒可以选答案。上次穿我的汉服写真卷超可爱，那就推起来呀、啊，先从直播入手，飞翔入手，先从直播入手。对，我还是习惯没有特效。就可以在天空里想。要到什么地方看看那许久的向往，答对就可以送东西了。我是真的很想要答题，我期待很久了，可恶。好粉好粉，哪里出发却偏偏毫无想法。我发现我上次好像把 IG 的那个框框关掉，我现在再加一个。谢谢 Fly 的橘猫，谢谢。橘猫真的是一只肚子饿哎。小笨蛋，我不是。那我如果你猫画的话，我应该就是橘猫。你是橘猫吗？我想想看哦。好吧，应该是。吃不停。番茄酱。我来看看。你猫画。谢谢幻影战士的猫的手手，对 IG 框框来打一下。是什么猫？布偶猫吧。高贵漂亮气质。有啊。各项具备。自由的流浪。放在哪一边你们会比较习惯呢？心之所想，对未来的话，十只橘猫九只肥，有一只特别胖。我应该是特别肥。对，你是特别肥，毕竟十只橘猫九只胖，还有一只特别胖。拿姐姐的手机换，她才不会借我嘞。拿妈咪的还比较有可能。可以呀。我可以现在充电借你旧的那一。可以答吗？哦，可以看题目。对啊，答案应该是我答的。为你站在路上。好，没关系。弟弟是不合格的橘猫。好啊，可是不是只有十五秒吗？我可以一边答一边念。希望先更新啊，就是我没更新。主播是猫奴，对。你跟姐姐撒娇一下，不要。No。橘猫没人权，那橘猫就是一直被说胖啊。十只橘猫，九只胖。十个男人，七个傻。是谁的歌啊？我忘记是谁的歌，可是我们之前去那个上节目有唱。但是用莉莉账号打浪花是，哎，对耶。对。好，算了算了，谢谢切东的猫起来猫，猫起来猫，猫起来猫，谢谢切东的两个猫起来猫。那个猫奴是36000礼物的全屏广播。哦，我还想说他怎么没有冒号，
哦，全屏广播，所以他会在每个直播间都写说主播是猫奴吗？很酷哎！谢谢 Fly 的猫起来猫，哎，真的太幸福了。但只剩四天，对不对？这个主播是猫奴没错，对。拿姐姐手机打星，然后送你给自己两个，哎，对，可以啊。拿你的手机打星，然后送给我自己。你没有问过我的意愿的。这是我自己辛苦赚来的。晚点别说。噔噔噔噔，我觉得会对。是考哪类的题目？很多元，之前还有一题是那个草帽海贼团。哎，那个有在动在播是哪一个？你从来没猜过，那我有看过，超多人有发。如果这个还答错，是不是应该要那个贵姓？十只橘猫，八只肥，九只胖，还有一只人人爱。那我应该是哪一只？我超综合。我之前做那个什么佛教里面有一个他们的经典，然后他是做什么？他们的就是五戒吗？还是什么？是五戒贪，是什么美色酒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？就是要你选对的，然后还有那个。可是我觉得有选项比较好，四大皆空。那一题网络炸了。你说哪一团吗？谢谢朱里恩的布偶吗？九色财气，九色财气，九色财气的财位。辣台妹，谢谢朱里恩的是美短，是美短，可是记得美短不是深一点颜色。谢谢朱里恩的橘猫，是李彩杰是猫奴，对，超综合题，辛苦加班还是只有酒浪花呢？对呀、啊，那我是一只橘猫，你干嘛动我？谢谢西西的。猫猫手手，你要喂食我，你养我就为什么？猫咪比较可爱啊。我也很可爱、啊。而且猫咪很好摸。我也很好摸啊，我有肉。你哪里很好摸？我有肉。不要啊！有时候摸你几下，你就会哎，就碰我，这样。碰。就会把它牵过来，不再让它离开。对。结果最后答案是地水火风的拉提吗？真的、哦。知道该怎么样用，什么一步一步走，但是进门跑的门跑，那像什么？现在可以养猫猫的话，是想养哪种猫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看哪一只顺眼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想的话，顺眼啦，有顺眼，顺眼这样感觉很不好。有缘顺眼啊，就是要有缘啊，就是有缘就有缘，所以看他会顺眼啊，就是就是第一眼就是哦，这只就是我的猫的那种感觉、啊。那不叫顺眼吗？那叫你第一眼会看到它、啊。叫顺眼吧。你叫了。顺眼吧。如果我很好。就是你走过去，然后第一眼就看到它，就是这只就是我的猫那种感觉。旁边那只会想养，当然不会啊。有顺眼吗？超级不顺眼的。第一这只不顺眼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是吗？我跟猫一样不跟猫一样不敢摸。没有啊，猫咪爱梳毛哎、欸。我像是潜力。你又不是帮我梳毛，一直是无谓的摸。那一定是橘猫了，不是那个圆。这回答我觉得可以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对合眼缘。我觉得现在我为什么一直变黑？我觉得现在说什么就是喜欢哪种猫还是怎么样，什么都不准。就是你。一定要是自己走过去，然后你才会。就我觉得现在想喜欢什么猫都很不一定啊。对啊，我也是看什么猫都可爱。那我真的觉得就是要自己扫过每只猫之后，你就会找到一只你最喜欢的。对，命定猫猫。还好不是脸圆，想说海涵直球了吧？圆呐、啊。有缘的。阿姐也常常在说，但还没有遇到他。换季的话，会整天都是猫毛的。哦，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耶，但还好啦，我对猫咪不会过敏。但我觉得身上有猫毛黏着，应该也是一种猫奴的幸福。只要看当下，看着瞬间没心动感觉，对。只要会主动接近猫的毛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都很可爱。
我喜欢亲人一点的猫，因为有人会喜欢比较就是没那么黏人的猫，但是我应该就很 M 吗？我吗？没有，我说猫，猫咪不黏的啊、哦，就是会想要就是你可以理我一下吗？然后猫咪不黏，是吗？不是吗？好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看你们喜欢，不是我要问你们喜欢，就是如果要养猫的话，你们喜欢比较不理你们，就是自己在旁边陪过很开心，还是你们喜欢一直工作的时候会站着笔电上这样翻一圈的那种？猫咪不要，对，会这样傻笑的猫咪。为什么不留言？你们要代替什么？如果有猫躺在，全身都是猫毛。可是很可爱啊，很幸福啊。其实我现在觉得马吉就是很超级卡，就是马吉颜值超级高的，我真的很喜欢马吉，但我还没看过他。他去卖店的台词，猫猫很可爱，可是你不能养。对，对。还有什么要考上台大才可以养猫的？真的先不用。现在如果有猫躺在台南机场，应该会把它带走，我直接载回家了。不是，都是猫在选主人，是没错啦。它看顺眼的主人，它就走过去了。那我觉得我一定会被，就是很好被贿赂，考上台大。喜欢平常不黏，可是太久不理它会跑来黏的。哦，也是啊，因为一直黏着，好像有的时候有点烦吼。果果的猫颜值很高，太准对不对？谢谢西西的行李箱，妈妈是刁难，对啊，我已经。放弃了，要答题啦！先见一面比较保险哦，所以你们都会答题，那我这样没有参与感，就你们都在答题，然后就我自己没有办法答题，是这样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考上台大我就怎么样？不可能啦！然后上次带回来，然后让妈妈直接盯着妈咪求情就可以，是不是 ？Tiger， 哦、，Tiger， 法语发音。我一直以为是 Tiger。Tiger， 猫咪的话很喜欢阿布上加的牛奶糖，我很喜欢牛奶糖牛奶糖卡，我觉得真的是只要是猫咪都爱。而且因为牛奶糖，我之前还有想过，就是想要养这种颜色的猫，就是奶油。奶油吗？奶油色那种感觉。你直接呼吸整只猫。嗯。养我。我把你丢到垃圾桶，我要弃养。可以抢姐姐手机来了，没关系。手推马吉，自推牛奶糖。就说抢姐姐手机玩，所以你们这样会一直玩都不跟我聊天。刚刚好的撒娇最棒了，然后先借一只回家让妈妈玩玩，好像是个好朋友。你之前就有两只？对啊，我要看大家的答案。你之前有两只猫，在八秒钟要开始了，我不能玩啊，所以是会跳出来在我的页面，然后挡住我的脸，然后你们自己打得很开心，我都。没有人跟我聊天。对着手机大喊：“我要复活！”是这样子吗？你们是这个意思吗？台湾英雄复活卡勉强可以使用一次，但要怎么用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打锁时系统自动使用。是吗？我在念给你听，你有没有在听？问你我的自言自语 啊！我不说要念，听我也听。好好好好，没关系，下一个再。今天是吧？是要看大家答案。对着手机大喊：“我要复活！”像那个蜡笔小新那个，救救我啊！我救我。哪一集啊？忘记了。当当当当当当。下一题。你说宝宝英雄四八四很好玩，剧中的宝贝里四八四指的是四不像还是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对。嘿，别管他在哪里。四八四。耶耶耶！是不是？还不有人选错吗？那个答案是什么忘记了？气噗噗，奶哥对长虫算气噗噗，气噗噗的意思是很生气，加油打气。应该是加油打气啊！我有听过这种解释，就是加油打气。
就是气噗噗哦，这样加油的那种意思。对，没跟到酒，很生气。菩萨是那个，是加油打气的意思。谢谢 S 的毛起来，谢谢面面的枫叶。看热闹是哪里来的、啊？看热闹。我是跟香茗进来看热闹。什么意思？心被打起边缘。谢谢阿德的玫瑰，准备自己好的。现在。周星驰的电影，我是跟香茗进来看热闹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跟香茗进来看热闹，出自谁的电影？周星驰的电影。我刚没有仔细看选项。谢谢卡达恰的玫瑰，谢谢啾啾的枫叶。神灯精灵吗？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我 ，Hello， 大家在抢红包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追踪主播。对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P 的天使妹妹海海丽彩姐。对，然后。还有个姐姐现在在旁边，她是李佳丽丽子，对，对，大家记得追踪我的 IG， 拜托，对，追踪我的 IG， 谢谢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狗不叫，性乃迁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真，专。贵专，你怎么会记得这个文字啊？你以前在我耳朵旁边背，我已经忘记啦。以前是安心麦老师逼我们背，但他现在弟妹竟然没有被逼着背，超级不公平的。鸡是什么时候视力最差？鸡是什么？你在那个选项？黑夜，黑夜还是白天？我觉得是黑夜。感觉可能是白天的、欸。如果这样问的话，让我选黑夜。我是黑夜哦、因为他白天要咕咕咕咕，对吧？是狗狗狗狗狗，暴走日本，暴走族，大家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，有很多美照哦，对，你们绝对会喜欢的。荔枝松吧，你要介绍一下你是小蝴蝶、啊、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蝴蝶本蝶，这忘记最重要。蝴蝶本蝶，我们来听一下。你要从头开始讲解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放一下音乐。那有人直接说我是小蝴蝶本蝶，大家怎么知道什么？嗨，大家好，大家都忙着答题，都不跟我聊天了。放不下，越跳越像个星空。65岁。谁65岁？敬老票要几岁以上才可以买？哦，65，这个我知道。一公升的眼泪和1000cc一样多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一公升的眼泪跟1000cc 的奶茶一样多？一样多啊。1000cc， 对，是吗？一样啦，一样。一样吧，1000ml 啊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cc， 应该是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Uni Daisy 的韩韩，李彩杰，对，最后一题了，最后一题了。然后这首歌是阿飞的小蝴蝶，对，我是小蝴蝶本蝶啦，对，整个聊天室蛮现动的，然后旁边这个不知道他在猜题的 AKB。47郭郭啊，我随便按一个它跳掉了郭，对，嗨咪输了，我答错了，跟你说郭了，最后一题我没有听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安，我都到了最后一题了。
一打的时候就没了。对，我难得答到最后一题。For you， 我说 47， 因为有人打成 47， 崩溃的力。现在出风的玫瑰，像阿米的玫瑰，姐姐有没有全对？当然没有啊，算完全还233块耶，栗子，栗子残念，开香槟，我差一点点，至少有浪花，有浪花吗？有100浪花，有100，有是参加奖吗？有吗？卖摇滚波波，我没有看到，没有。For you。隔壁那位很豪迈的是姐姐，亲姐姐，对，是亲姐姐。现在恒的毛起来猫，现在北极星的猫的手手，真正是猫 day。十题有100浪花，但我都没有收到。到第十题就有，有总共是几题？我拿到11，我第12题才错哎。哦，总共12题。我错了，我写李敖。李敖。题目是什么？哦，等等，才会有小秘书通知。我叫你，没有，他最后一题。现在人哥的猫的手手。他最后一题，原本留言区在答题看得到的地方，结果他在最后，我要答最后一题的时候，他跳掉了。然后那我刚刚是我跟你说，不，现在换真的妈妈爸爸。我很紧张啊，好难过。我真的是想养一只猫哎。但我今天被抱得很幸福。原来到11题有浪花刷什么？不是到12吗？谢谢懒波追踪。12题才有现金奖啊，11题就没有。哦，有现金奖哦。对对对。我真的头好塌哦。我是我的小蝴蝶。谢谢大家的玫瑰跟枫叶，谢谢。大家抢红包的时候也要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，有很多美照，然后也可以常常来我的台湾，因为这边有很多人会发红包。还很喜欢狗狗还是猫猫？发浪花红包。还很喜欢姐姐啦。好。第十题答对后就有100浪花安慰奖。喜欢狗狗还是猫猫？当然是猫猫啊！当然是姐姐。猫咪那么可爱，能不喜欢吗？姐姐那么可爱。它的蓝眼睛你们有看到吗？我真的很想养一只猫，我现在冲着去猫咪咖啡厅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去。对。我跟猫咪一样可爱，你可以在家里吸我。真的不要哎、欸！我真的拜托，真的拜托不要，真的不要。好可爱哦，真的很可爱。被无视，对，谢阿 Kia 的毛起来猫，喜欢我。我好难过。喜欢我。我好不用难过，没关系。再赚就有了、欸我。我上一次到第十题，然后第十一题就没了，就输了。是很难的题目吗？那题还没，哦，我就是错那个。我也很想玩、欸。四大皆空。我是真的很想玩。我忘记了。我就错那个佛教那一题，我只有平常跟直播才会玩。我只记得那个三分钟百变大镜子，那个蜡笔小新的射击时空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挂着。对对对对对。突然变妹控，对啊，解控，我是辅助嘛，我要解控。没事，不好笑。等下播完更新，我希望我会记得更新哎，下播就去更新好了。说到七月初，不对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打机打到没有更新，他给我挑不足20趴，他浪费了我的时间。可是没关系啊，你还是有打出来啊。没有啊，我在最后一题的时候他跳出来。解控这样听得懂？需要休息吗？不需要，不用安慰他。谢谢嘎波猫的猫的手手。我不懂第二个解控是什么意思。没关系呀、啊，谢阿 Kira 的猫的手手。我不能是猫的手手哎、欸，手指太长了。下播的时候提醒你更新，好啊，谢谢。解控。秘密控。二介送狗狗的，最后还是当好人吧，但我喜欢猫猫。
是也可以看看狗狗啦。谢谢大家的玫瑰，小迪拉拉、欸。哦，又有猫咪了！谢谢林果的猫猫抱抱。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我今日份的猫猫超级满足。正常有涅槃，其实我还是不懂每个妆是怎么用，我就是用那个什么大神推荐啊，还是什么胜率高的，但是我上次才知道，我同学说就是那个有些大神推荐是就是故意乱点，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他是什么妆，所以他就是故意乱点那个妆，对。可以喊看狗狗，有两只猫猫。刚玩浪奇多指甲，请多指甲，记得追踪我还有我的 IG 哦。是这边还是这边？是这边还是这边？这边还是这边？但是这边嘛。你刘海有开动的那边。等一下，是狗狗抱抱，它长得超级像狐狸的，我刚以为是狐狸。现在亲爱是亲爱的狗狗抱抱，它是柴犬吗？它可爱啊，狗狗本来就可爱。它是柴犬，你们就猫咪就可爱。下次要来大战吗？猫咪大战啊，来战啊！狗狗还是猫咪比较可爱。自己说，你自己说。狗狗啊，不会是狗狗啊，绝对是猫咪。狗狗它会对你摇尾巴，猫咪哪里？猫咪也会啊，它也会啊，它只是很慢而已，好不好？它哪会？那就是你对猫咪不熟啊。狗狗。狗狗。对。何恩。大家都。你跳票咯，跳票吗？跑票。柴犬在基因上好像很接近狐狸，是这样哦、喔。狗狗啦，我家狗狗最可爱的。狗狗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猫咪，让我来看看这只可爱的猫咪。猫咪，好，一直都是狗派的。我知道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只猫咪很可爱，绝对是猫咪的。眼前就只有我。你不是猫，喵！你绝对不是猫，我是狗狗。你绝对不是，我是那只超可爱的狗，一直都是狗派的，真的是猫咪比较可爱，相信我。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觉得猫咪可爱的，绝对是没有。就跟你说，我比较可爱，没有体会过猫咪的好。有狗狗咖啡厅吗？是不是没有？有吗？我超想要去那个萨摩耶的咖啡厅，就你吃个饭，那个毛还会飘在你眼前。猫咪比较可爱，对。猫咪比较可爱啊，好真挚的呼喊声。狗狗，有目标的翅膀。一直都是韩派，但我是猫，所以就是猫派的。他今天怎么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他今天可能状况不太好。爱猫堆，对啊，而且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，就是说以前好像养狗的比较多，但是。现在好像近年来都是养猫的人有点飙升，就是养猫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为爱付出疯狂，为猫受一点伤。够了，狗狗啦，猫派是邪教，狗派。好，我也没有觉得狗派是邪教，但是猫咪真的比较可爱。猫派王道，这不能都喜欢吗？另外一个比较喜欢吧，喜欢蝴蝶吗？当然喜欢啦、啊，我就是蝴蝶。没有，但是我之前有被蝴蝶吓过。因为狗蛋变多了，所以大家越来越多人养猫。原来是这样。问题发言。已经一半一半了，怎么可能？养猫比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，狗要带它出门玩。但猫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它会自己上厕所、自己洗澡，然后。菠萝明明就是熊派。菠萝。菠萝是熊派啦，对，但它看起来比较像狗派的，没想到是猫派的。养猫的人比较懒，现代趋势。好，好，不会自己洗澡啦。很烦呢、欸，利犬不会自己洗澡，对啊，它会自己洗澡啊。就是他自己梳毛、舔毛，自己清干净。狗狗才不会。睡那么久，现在就很。适合当一只猫。我就是一只猫啊。你
有限。我就是一只猫啊，这更坚强，不然没办法反驳。狗比较忠心，没有啊，其实猫咪也是啊，其实宠物都是啊，在你难过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来蹭蹭你，所以很想养宠物。现在我难过的时候都觉得被落井下石，一直笑太大声了。原来你也在，请当罐罐，已经是罐罐了吧？对啊，狗比较，狗还会帮你开门呢。猫咪又不会帮你开门。猫咪也会啊。你们你自己问养猫的人，哪只猫咪不会自己开门，然后一直吵你？你问问看，你问问看哪只猫咪这么温和，性情温和，不会偷开门？你问问看啊，有养猫的人快点跟他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不会在门口。难过的时候例子，但不会啊。它不会在门口等你啊。可是它会开门呐、啊，狗狗又不会开门。狗狗只会坐在门前面，然后猫咪会开门呢、欸。狗狗也会开门。你说的狗是哈士奇吗？半踏进罐罐中，对，它落井下石，狗才不会一直帮你开门，它会一直叫你帮它开门。可是猫咪会自己开啊，不能养，所以将就点力，前面你就不要。猫猫直接吵着要罐罐，对。猫猫掉蜘蛛可以怎么办？我真的会原地过世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我知道猫咪会那个拿蟑螂。就是拿蟑螂、壁虎之类的，它会给主人，但是那是一个有爱的表现，但我接受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猫咪会叼那个蟑螂或是壁虎？因为它觉得你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生活，它要养活你。差不多啊，就是它想要给你一点回馈。没有啊，它就是在猫咪的眼里就是。人类比较没有自理能力，然后他需要养活你，所以他会去挑。不是，你不要把猫咪想的那么坏，虽然大概是这样，但是就是这样子。不是，但他就是觉得你平常养他很辛苦，要给你点回馈，是猫的报恩，对。猫咪炫耀。他有没有会在关门会？所以那个猫咪老了之后，他会让你不担心，所以他会离开你走啊。不会。好了，会。他就会。他不想要，他不想要你担心他，所以这就跟他觉得你没有办法生活自理一样的道理。好，谢谢。萨摩耶，我喜欢萨摩耶的小版。二哈是柴家，你们知道？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品种叫什么，就是白色的耳朵，然后常被修毛那种，就是小小只哈，常被修毛那个。狗狗吗？你说它的品种是狗狗？不是，我没问你。你不要再抱我的枕头了，小心你的小枕头，不要拿你的油脸蹭我的枕头。谢谢幻影战士的香槟，谢谢粉色香槟。就我下次直播的时候还会有粉色的东西吗？那我要穿粉色的衣服。绵羊把床被修吗？哦，博美。应该是博美，我超喜欢看狗狗被修毛，我觉得好疗愈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洗完澡，然后梳蓬蓬，然后他们就这样，然后那个刀就这样子修，很可爱哎。不是，你是喜欢毛？女生版常修毛。毛又不用修毛。好，就梳一梳，它会自己换毛啊。粉色是今天限定，只有今天了。七七那只五五就差不多你形容的哦，好像是就是哎、欸。你知道五五吗？就是七七的狗，我怎么可能就是长那样，我跟他同一组哎、欸，就是长那样。我喜欢那种猫，我喜欢那种狗，我喜欢那种狗。我买就小棉花糖，没有粉色香槟，剩下樱花。为什么？它是有实现的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樱花也很漂亮。特别是。同时唱同一首歌。你刚刚在唱这首吗？哦。瑕疵枕头当人质。
应该要说雨晴那边收编的猫咪，什么意思？我头贴这种狗狗，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好好说狗狗，就是狗狗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是贵宾吧？这应该是贵宾吧？像艾拉的樱花雨，当樱花灿烂盛开，用力牵着彼此的手。是我的，要用我的盘子。谢谢谢谢包子的猫猫抱抱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谢谢。好了，我好了。这是什么日本主妇的？这是我的盘子，不是日本主妇。这是日本主妇做的晚餐呢。我们看，是妈咪做的。妈咪，对。什么时候变日本主妇了？送一次就会触发一次餐，感觉很厉害。对，会触发。贵宾换马尔，这是可可必斯。狗狗，狗狗，我喜欢的那种狗狗的毛，不是，你可以不要一直那样吗？很烦呢、欸，不能用是？我没有用，我现在在工作哎、欸。我跟你们说，你才你有一早上就拿着我的那门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是你自作自受，谁让你要换成这个窗帘？他有一天早上就拿那个，因为我们手机壳都是镜面，然后那个阳光就照进房间里面，然后他就拿手机壳这样，然后他以为我没有看到，我殊不知我只不想理他。不是啊，阿渊你就很讨厌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自从换那个窗帘之后，就是他在的那个位置刚好有，就是是窗户跟窗户的中间，就是有一个梁柱啦，不算梁柱，反正就有一面墙。根本就不会晒到太阳，然后换那个窗帘是一直我在被晒，我觉得我就算在家不出门，我也可以晒黑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他自己换窗帘拍照拍得很开心哎。嗯，连吃四天咖喱饭为什么？这就跟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，谢谢。煮一锅咖喱就等于那个过一次端午节，因为端午节还要吃一个礼拜的粽子，然后咖喱也要吃很久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吗？我们家是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但我们家人太多了。可是咖喱有吗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三个酱的刚好对到。好哦。配一大锅，你们是煮咖喱块还是自己炖？难怪海是全家最黑的，对呀、啊，都是因为他换窗帘后我一直晒黑。对呀、啊，你从小就比较黑好不好？对，看起来发霉，而且你的肚子特别黑，腹黑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讲的笑话很好笑？我觉得蛮好笑的。你有笑吗？看来好想吃咖喱。自己炖也是咖喱块，没有啊，就是不是会有人从洋葱开始炖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咖喱只有做咖喱，就是只有用咖喱块的方法吗？都没有人要回应一下我。炖完加咖喱块。自己炖吗？可是我记得好像有自己炖的方法。我的腹黑直接被无视哎。对啊，没有人要理你。怎么可怜啊？你们看是萝卜，萝卜派站出来，我超级喜欢吃萝卜的。没有，他没有做过咖喱啊，因为咖喱不是猫咪在做，就是我在做啊，他根本没有煮过咖喱。有好吗？我有当二厨哎。我超级喜欢吃咖喱的。哇，那算了，那我不要点，拜拜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挑早餐。真的是很好吃，尤其是
巴黎加牛肉。哇，你们听到妈咪在煮菜的声音吗？整个那个耶，感觉是炒菜，你们有听到吗？看起来肉蛮多，当然啦，我们家放肉不手软，美食直播主大火快腾，你们有听到吗？难怪我听不懂刚刚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因为涵涵棉被都只盖肚子，是这样吗？这样应该会比较白吧。咖喱加苹果块，我们是没加过苹果块啦。对，那你们平常自己煮咖喱都加什么？就是比如说加鸡肉啊、猪肉啊，还是牛肉之类的？妈咪，喜肉库玛在笑你。喜肉库玛说什么？啊，聊这些，厨房那么近，没有。哦，哦，哦，要猜猜炒什么菜吗？我猜高丽菜耶，还是白菜？不会是白菜？谢谢何恩的。等一下，我怕这个盘子掉下去。我猜水跟 A。谢谢何恩的猫咪抱抱，是水跟 A 吗？谢谢。蓝眼很疗愈，我蓝眼你们会喜欢吗？变混血，有时候加面，像是血饺，加面还好啊。乌龙咖喱乌龙也是有人在吃的。我不是我妈咪粉丝耶，加醋，我不喜欢洋葱。谢谢李佳丽的猫猫猫猫的手手，谢谢姐姐的猫的手手，异色同大爱。偶尔吃到加竹笋的哦，加竹笋，你刚跟我那个配上了，那个谢谢小翔的吻手礼。加竹笋的咖喱是。猪肉咖喱会额外再加洋葱跟酱油，咖喱再加酱油，他没钱了快笑他，虽然说姐姐了，只是被逼的。厨房那么近，厨房其实很远耶，好了，没有到很远，可能几公尺。但是我一步就走到了，因为我是大常客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近。妈咪煎的蛋煎的很好耶，好像那种叉藤咖喱会出现的，我们都没有猜对，是空心菜。空心菜。我们刚刚在猜你在炒什么菜，我说你那个刷。刚超级大声就这样炸了。真的真的真的。哎，烫。你要跟炒。好吗？不会。我刚在水跟那猜高丽。啊，好烫。因为我知道高丽菜。空心菜，不是我跟你们分享。你要吃高丽菜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跟你们分享我拿碗，之前拿碗是这样拿。然后都会被骂。这样其实很稳，你们知道吗？哪有？真的很稳。上下就稳。看起来很不稳，但是这样子真的超稳的。我以前吃饭是这样子吃的，我是这样子拿的。你们知道这个三指神功就是有点脚架感，就是真的拿着很稳，就是怎么碰都不会掉。但我以前这样拿碗都会被骂，所以我是后来有这样子拿碗，但是我小时候是这样拿碗。真的，你们试试看，这样子超级稳的。你不要乱敲。不是，你们下次吃饭的时候你试试看，就是食指这样勾住。大家不要。食指这样勾住，然后这两根手指当支撑，三个手指，而且你们知道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这个碗或盘子就是下面超级烫，你们就不用碰到。菜高一点，然后你的手就插在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容易掉，真的不会。那你的手会插在？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很稳。我跟你们讲，是真的很稳，很稳当然不会很累啊，很轻松哎。谢谢夜风明月的白马王子，你们一定是手指没有力，手指一松就不会啊。三点固定就够玩手指够用，对，很稳，真是真的，我是真的觉得很稳，就是这样子很稳。那但我通常是就是如果底部太烫的话，我才会这样子拿。一般来说我也不会这样拿，小时候而已。手指长关系，哎，对，会不会是我手指长的原因？你拿拿看。
不行，你会弄在我床上算。我还拿一个枕头垫，现在比较不会冷。哪有？你手还要一直这样子拖着哎、欸，然后你手要举很高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手就可以贴在这边，然后这样子吃。如果你这样子拿的话，你就要这样子吃哎、欸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就会很难，你就要很烫很烫，你就要这样子吃。我是不是做这样子拿很容易掉？你就要这样子吃，这样很烫。对，真的这样子拿，然后你手就可以很放松贴着，然后你手还可以靠在脚上，然后这样子享用。对，很烫是真的很烫 ，My God， 很烫。丽丽手收更修长，应该讲、欸、没有，我手也很长，好不好？手很长。不要以为你用指甲就可以增加你手指头的长度。那我留指甲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我之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，我有尝试过，我钢琴可以按到几度？好像可以按到九度哎、欸，还是好像就是刚好放的话可以到九度。然后我那个学钢琴的朋友说，就是其实可以到十度，就是撑一下可以到十度。三指拿怎么烫？这不会烫啊！三指拿就是拿碗边，怎么会烫？这样子哎、欸，手真的美，谢谢。有个东西叫桌子，为什么一定要拿起来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家桌子就很低啊。你们有看过我们的沙发吗？我们家沙发就是很高，然后桌子很低，所以如果放在桌子上吃的话，我示范给你们看，是真的要这样子吃的、欸。这样子怎么吃？而且感觉就是吃一次，那胃酸又会上来。这样害我想爆料一个我自己、欸，他会。我在外面，就是我在很多十度，就是我们客厅前面的小桌子吃。有吗？你说在那个客厅的桌子吃，我都要蹲着吃饭，因为那个桌子太矮。是真的很矮，就是矮的，就是很奇怪的高度。然后拿那个矮板凳，塑胶矮板凳，然后你还会因为椅子太高没有办法坐着，对，所以我都蹲着吃饭。因为那不是餐桌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对啊，那不是。就像我们都不在餐桌上面吃，真的超级奇怪了。因为餐桌距离电视很远。姐姐喂我，那就可以不用拿了，没有，不需要。那样窝着吃，真的肚子会装不下食物，就是感觉可能可以减肥吧，没有，但很不健康。可是我都会颠着、欸，我都蹲着，然后颠着脚。你在训练那个芭蕾的那个肌力。你们喜欢吃花椰菜吗？这也太大度了吧！我最喜欢蛋糕，好丑，还掉下来。我不喜欢蛋糕，蛋糕很好吃，蛋糕苦苦的，难怪你说小雨对，都配电视对，蛋糕们，你看起来像可以唱歌吗？那等下等你演完，不用再一次，你知道你们当初不学钢琴没有欸？是爸爸说，那是爸爸吗？还是奶奶好像说，就是可以不用学乐器，因为其实姑姑好像很会弹钢琴，是姑姑还是爸爸？爸爸是不是学过乐器啊？爸爸学过啊，爸爸学过钢琴。哦，因为我们家之前有一台。快点！我还在吃。快点一起！因为那个姑姑跟爸爸好像都有学钢琴，但是学了之后就是一直没用到的状态，所以奶奶就觉得学乐器好像。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话，学乐器是重要的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学乐器可能没有很重要。同在一起，花椰菜最爱，然后不好吃，真的我不喜欢当欧，而且当欧超级骗人的，一大坨，然后煮出来只有一小口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商业诈欺。对啊，还行可以接受，对，只是家里的花椰菜是真的。同在一起没有地方花椰菜，对，可以绿花椰菜，但我没有很爱白花椰菜。有差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好像说白花椰菜可以当饭吗？嗯，就是上面的那个。但我其实都吃啦，但我也觉得绿花椰菜比较好吃。对。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水跟 A 跟 A 菜，很苦哎、欸，很苦，超苦。嗯。水跟 A 菜大陆妹。其实我吃蛋糕也觉得苦苦的、欸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吃有些菜很苦，其实我有时候吃小白菜也会苦。可是你舌头有问题。不是，那一定是我就是身体有一个基因。太多。
一定是因为我身体的基因，就是像人家讨厌吃香菜一样，我身体里面一定有一个特别讨厌吃菜的基因，是不是？我其实没有讨厌吃菜，就没那么喜欢。你自己煮过有地瓜叶，其实地瓜叶好像很少人喜欢吃，对不对？可我蛮喜欢吃的，是不是很营养？家老婆菜是什么菜？没有地方发挥，对。高丽菜炒了也只剩一半，可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大陆妹我不喜欢，我超讨厌大陆妹，大陆妹超级苦的哎。吃菜会头晕吗？是不会。但我觉得大陆妹也苦，那你有觉得大陆妹苦吗？苦啊。那是不是我们身体真的有一个基因觉得它苦？我觉得吃。喜欢吃苦瓜的人，喜欢吃水跟 A， 喜欢吃大陆妹的人，都是、就是有那个吃苦基因。我们也吃得了苦，只是我们吃的苦是这种苦。对啊。地瓜叶是打老婆菜，因为哦，这个意思哦，会吗？没有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吃大陆妹。哎，对，没有上一次吃的是花椰菜。花椰菜，哦对，他能说什么？没有，可是妈咪煮花椰菜的时候，她好像会就是把外层剥掉一些，这样吃起来比较嫩。花椰菜，高丽菜吧。花椰菜。花椰菜不是一朵吗？然后有时候妈咪会把外面那一层剥掉，就跟那个芥蓝菜很像。我也不吃大陆妹口感乖乖，对，不喜欢大陆妹。豆子也是，我发现我豆类好像就是只有喜欢吃毛豆哎、欸，毛豆是真的好吃哎、欸，你不喜欢毛豆吗？这维度的猫的手手，这是高丽菜，猪菜，哪一位猪？不能吃太多，这样下去会被吃掉的。谢谢谢谢尾鱼肚的毛毛爸爸，来不及了，我太晚发现了。芥蓝菜很苦，芥蓝菜哦，芥蓝菜我只吃根呐、啊。芥蓝菜我不喜欢吃叶子。上一次我不知道那是芥蓝菜，结果我夹了一堆芥蓝菜的叶子。谢尾鱼肚的毛毛爸爸。然后我一整个怀疑人生，因为太苦了。有帮我，你们一定有帮我解套图吧？虽然都是十字花科的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不了解。植物的学名。对啊，那是还有什么菜？我是不知道。花椰菜怎么剥？没有啦，真的就是我说最外层的，就是花椰菜还是有像芥蓝菜一点，就是它最外层的。最外层的皮吗？会比较硬，把它剥掉，比较嫩。花椰菜是绿的还是黄的？绿的、啊，绿色的。我们是不是有探讨过你们那个拿筷子怎么拿？拿筷子很标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记得。就我小时候有这样子拿过，就是用食指。嗯，你们猜猜 mini four 谁不会拿筷子？还是他们有演示过？你猜猜看。有讨论过？你们猜猜看 mini four 谁不会拿筷子？猜得出来吗？谁、啊？超级简单的。黄子轩吗？猜猜看，大家先等大家猜一下，我再讲。子轩，当渣男那种。是超渣男嘞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记得是三个都不会拿了。
对对，因为我记得柏林，对对，因为我记得柏林他们好像都是用食指拿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，因为我每次在柏林吃饭，然后我就看着他拿筷子。然后李默默好像也不会拿，他是不是是这样吗？还是我也不知道，李默默我自己不会拿。但 Annie 我是确定不会拿，但我记得另外两个人不会，所以我才说很简单，随便差一个都中。因为这三个人我都有吃过饭，然后我记得某某的筷子方式，我也是看别人。因为我记得某一次 Mini Pot 聚餐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筷子怎么这样子拿？”然后好像夹不太起来这样。然后好像我不知道谁说就用嘟的，应该是李某某，他就说就用嘟的就好了，吃得到就好了。没有，然后菠萝是我每次吃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两个人去吃，然后他就坐我对面，然后我就看到他拿筷子的方式，然后都会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家会就是比较注重拿筷子的方式，但是。对，就奶奶会说，哎，筷子这样子拿，这样子拿之类的。对啊，之后我会拿，而且我好像有教过他们怎么拿。那他们说算了，能吃就好了。等下默默会讲的话，要不要也装不会，不然直接变不会拿筷子的组合。对，之后我会。没有，然后直接把那个陷阱题。那首歌叫什么？嗯？默默啊，叫什么？默默啊。歌名叫什么？Hello 吗？是 Hello Center 啦。哦。对，你们后面要把我改成用筷子 Center， 吃饭，然后你们速度慢五倍，这样吗？那超级难看的。然后 Hello Center， 人家不是拿了两只娃娃，一只都是豆豆。没有，我没有在那个组合里面。那填饱肚子就够了，真的。他说过类似的话，我忘记他说什么。反正就是类似说，就是怎么拿都没关系，吃得到饭就好了。那首歌就叫《默默》，默默啊。人民之所向亮的人民之所向的回答。什么？基本上没人比你更加荒唐，只需严防智商的排行榜。啊，笨蛋的天堂。好丑哦！好，让他们看一下你的画面。嗯，你要提醒我。那我前几名啊？我第二名耶。那个聪明的基因在流窜。可是他还是他家没有提醒我。我真的不是故意失态，但我真的很喜欢吃咖喱。本身精华，希望没有很臭。那么，但其实我现在，因为我把文字放到最大，不然我会看不到。我看一下缩小样子，对，缩小我会看不到。所以我现在要看我的脸，我都会往旁边滑，所以我刚刚没有看清楚我到底怎么抽。比学历的话，高中生高分很合理吧？不一定啊，搞不好就是高中生就比较不一样。天小寒在提醒你，我自己就看得到了。本日精华，吃过茶咖喱没有？是用茶煮的，是不是？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，谢谢。李默默，马来西亚，我跟李默默已经是大家都是互损的关系了。大家中途要看过再提醒涵涵。真的要早点提醒耶，不然我会留下中分的照片。我今天被猫包围，真的超级喜呀哇塞！台中哪？哦对，跟你们分享，昨天是我朋友的朋友的生日，然后他们在想要怎么庆生。对，因为。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不能出门，然后能想到庆生方式就只有 meet， 或是就是开视讯之类的。对，那他们很多，他们有八个人，对他们就在想要怎么庆生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几个人就是讨论一下。我本来想说，
如果想不到的话，我可以来跟你们借鉴之类的。先节奏再提醒，但不行啊，线上庆生对。可是你们不觉得生日那天就是线上庆生就感觉很无趣？对。然后他们后来就是决定拍那个，我忘记用哪一首，周杰伦的什么快乐宅男，是这首歌吗？但我不会唱那一首。反正他们就是后来决定自己写词，就是自己填词啦，自己填词放在歌里面，然后一人一小段，然后唱给，就是唱然后录成影片，对，然后剪接，就是很感动。阳光，我不会唱啊，对对，好像是，你怎么会？我刚说快乐宅男呢，我怎么不会？为什么有你会我不会的歌？没有，就是我朋友艾莎可以帮我买一下听声，不方便。我们可以试去拿叫外送买蛋糕。我不会歌词，我知道。不知道地址吧？没有开直播丢礼物。阳光宅男，快乐宅男是什么？我只知道肥宅快乐。肥宅快乐是我刚才想到。生日就是要砸锅的话才是个美好回忆。对啊，可是生日碰到疫情真的很可惜。我之前国中砸了一个。幸好我早就过完了。很好的同学。但我好像没有被砸过哎。你想要吗？不想要，不行，我们现在过生日都要美美的。对，所以刮胡泡先不用。但我真的没，你有被砸过吗？有啊。你不是砸了别人吗？砸了别人，别人在砸我。砸到脸吗？对啊。生日快乐！说在我们家的那一次吗？不是。你生日吗？在学校。哦。应该是吧，不用。结果我们过完开烂的，帮他砸开。不可以在学校讲。对，可是我们也学校也有禁止说不可以在学校。没有，是因为我们。好坏哦。我们砸完之后，学校就说。生日被砸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可是因为刮胡泡，跟奶油还是什么东西就全部都很难清理，所以才不行的吧。砸完学校就说，请不要在学校。但他应该会被疯狂反击，对，我觉得会砸回去。但是他砸脸才好玩，不行。但我好像真的没有被砸过，我只有被抹过奶油。可是我们砸完，真的很快乐，就叫快乐宅男。我现在是快乐宅女。你想被绑在电线杆上面看看吗？不要，那很丢脸。绑在电线杆上面，然后写今天我生日的本本给你。我们会挑在厕所旁边进行比较好清理哦。这样把寿星绑在电线杆砸，真的保鲜膜把人家绑在电线杆上面，然后再用那个，再用东西砸，然后还有帮那个汽那个帮机车包膜。有没有朋友？什么？没关系，可以来我们的那个生日会，粉丝庆生的生日会，有人可以帮你过。刮胡泡加奶油，奶油很难清，奶油是真的很难清哎。刮胡泡加面粉。这隔天学校围巾品要加上面粉吗？可是因为我们学校之前好像有禁说不可以用刮胡泡跟奶油，然后好像有人用，不是跟你同一所，然后我们后来我不认识他，但我就是有看到，就是面粉就变成面粉，然后后来面粉好像也不行，我不知道面粉有没有不行，但是就是有面粉。Hello 蓝，还丢过。哎，什么寿星丢校园水池，这样子感觉会被骂哎。绑在车上有一件失重也很瞎。哇！哎，我已经说不好，绑上花车需要遮一下，你自己遮一下。我的技术不好，我鼻头的粉都被我蹭掉了。我手哎，那那边你自己。我手机现在荡荡的，我看不到留言。哎，你自己遮一下，这个痘痘反正现在荡了，你就自己遮。没有，现在好了。你没有给我刷子啊？好了，算了。我刚踩到那个了。我没有办法看这个镜头遮。对啊，你要把手机壳了，热了。那个是我的，你要拿回去我的上哦。我要去。但我今天脸画的特别白，因为我遮瑕膏没，然后，但我。哎，对，我这是一开始要跟你们讲的话，但是我那个购物节的时候不是下午的单吗？然后因为我要下的那个，我要下的那一家他没有我想要的色号，但我懒得再多订一家，所以我就订白一个色的。然后结果是
跟我同一个颜色，结果是这个白耶，就太白。没有，对我来说很白，好不好？是比较比平常白，因为我不喜欢用，就是我不喜欢让我的脸看起来比较白，因为这样会脸看起来比较大，所以我喜欢用深一点。什么意思？是真的啦，你用很白的话，你脸会看起来很浮肿。不是，谢谢尾鱼肚的，是橘猫啦。谢谢包子的香槟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卡，踩到乐高没有？应该是踩到那个插头，把手机壳。没玩那么开，但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次很疯的过生日，哎，就浮粉吧。不是啊，是真的，就是不是啊。我想说，就是很白的话，就会脸就会看起来比较大，真的。因为如果你就是脸比较深色的话，就会看起来比较小。所以我平常都喜欢用，你们没有看就是什么饭拍还是什么照片，我都会脸比较深，颜色比较深。因为我不喜欢用很白的、很白的化妆品，对，所以我都是比较深。心理医生买的太白，李白字太白，好，李白字太白这个很化学梗了，有没有看过那张梗图吗？就是很长一片，然后你的笑话，突然叫维度真的好不习惯，哈唧哈唧，哈哈唧哈唧，哈唧哈唧吗？是吧？还是哈唧哈唧，哈唧哈唧。那我叫憨憨，没事，哈奇哈奇，哈奇哈奇，哈奇哈奇是什么的日文吗？尾鱼的日文，是吗？但我真的一直把鼻子上的粉蹭掉，这个痘痘还没好哎，真的长得超久，都不能去看皮肤科。憨憨。不是哈奇哈奇吗？完蛋了，哈奇哈奇，我不行，我知道了，好痒哦。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想说爸爸怎么到今天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，我糟了，我的日文怎么办？憨吉憨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我没有点开头贴，我要，但头贴我也不认识。日文持续对话中，哈吉哈吉吗？哈吉哈吉。然后头贴不是哈吉，不是，他就会不小心点到啊。好烦哦！最近还在日文课吗？最近几个礼拜没有。但我头天你也不认识，不，我也不认识。对啦，头天也是唯一度。好，没关系。不要轻易改名。也有蜜蜂的意思。我这样还有小时吗？我这样还有小时榜。什么是在四分钟的意思吗？是吗？这样才能假装萌新，干嘛要假装萌新？我刚是真的想说，爸爸怎么最近都可能没那么爱我了，都只发咪娜这样。
今天到几点？今天到八点半，哎，九点，对不起，七点半不会到九点，不要哭。没有，我没有在忍住不打嗝啦。我是懊悔，不理想让他尴尬的环节，不是。OK， 尴尬就吃口饭。其实差不多快九点，哎，我等一下会发文了，你们一定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谁还没看过报道的，去刷十遍。不是快九点了吗？还是爱你呀、啊？那为什么要加这个？好，人家是爱我，可是可能比较爱咪娜这样。顾城吗？不是，他是小铃铛。昨天报的很多篇，我有看到啊，我有看到。今天直播刚好跟 Mina 杠搭，然后你就去看 Mina 了。好了，没关系。对，姐姐是我后辈，我贵庚十八。赞肯定留，留言吗？赞留言也要留。其中一篇内容错抄的，我也有看到。爱是个太强烈的词。然后我没有出演稻香，是姐姐出演的稻香。可以接受我把爸爸推去老消粉丝团推销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们要推销当然可以啊，你们想怎么推销就怎么推销，不要推销我的黑历史就好了。我要去答题啦，有拿到啦，你怎么不在我这边答题？没关系，心平气和。礼拜一一直唱，也没有一直唱啊，他在夸张。我这里也再听一遍，我才看重看一遍那个，我重看一遍那个 MV， 然后看一下留言，然后他就一直说我在一直重返。因为有时候留言会说几分几秒，然后我就会点一下看一下，但是我一直在重放，我也不就看了一遍而已。真是的，那要小五姐额头也可以吗？好像不太行。不过老肖在找你当签名，当然是好啊。可是有这个机会吗？没有黑历史吧？是成长的结晶，是真的很丑。主播是不是有演《艾莎十七》？没有。希望全世界都……哦哟，不要再提那个了，不要再提，莫再提。以为是你，不什么谁不？谁不？我现在又滑不动留言了，为什么？哦，滑了，滑动了。然后额头就被封印了，对。没有，其实我额头一直是封印的，但是因为那个导演说要把刘海加上去。阿飞的小蝴蝶 2.0 有剪进去，剪进哪里？哦，你是说这个吗？跟你没有剪到那个。Skipp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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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ippy。不会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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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Skipp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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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ippy。很厉害耶。卡点，是卡点吗？该换新手机了。Hello， 蓝。晚上好，今天很快耶，等一下又要来念吧。你们看这个肉，我却不敢。上面很多范蠡酸的，你要学这首歌吗？我本来就会唱。谢谢蓝的圆梦选票，谢谢。要拍这个抖音吗？这个抖音是什么？你会 skippy skippy 的抖音吗？这首很可爱耶，刚吃完拉面，
哎、欸，我们今天中午也吃拉面哎、欸，我没吃，你是不是也没吃？我们吃拉面店的。一茶堂，对，然后那个肉怎么什么肉？然后是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哦，我吃煎饺，我发现它八个煎饺竟然160，一个煎饺。它还有做小菜。可是还是很贵啊，我又就是海带这样。谢谢晴天的掌声鼓励。最近蛮多日本没有拍，就是 Hello 奶茶。阿贝香最近有那个，就是把我很喜欢的那家奶茶的那个店。哦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香香的奶，香香的奶茶。谢谢敏叔追踪。很贵，没错啊，日本店都买这样。外送是不是有更贵啊？去全联买水饺自己煎的吧，160，160开始小资女了吗？谢谢大家追踪，怎么突然那么多人追踪？好啊，自我介绍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UNIDAISY 的李彩姐涵涵，对，然后这边是我的 IG， 可以追踪一下这边还是这边，其中一边，对，然后。旁边的是我的姐姐，虽然你们看不到她的脸，但是可以到我的 IG 看我的脸，是亲姐姐哦，不是那个 kiss 的亲。谢谢大家的玫瑰，一定要追踪我的 IG， 有很多美照，旗袍美照之类的美照。谢谢 Taro 上的吻手礼，谢谢大家的枫叶跟玫瑰。外送服饰店店价也差很多。是吗？有差很多吗？没有，我是因为没有很喜欢吃拉面，还好，所以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有拍过那个阿飞的小蝴蝶的小蝴蝶本蝶，对，是青姐姐，对，是青姐姐。我其实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，本来不知道。原来我们有血缘关系。对，我本来一直以为就不是青姐，因为我们长得太不像了。就我前一天才知道，原来我们竟然是亲姐妹。对，没有亲姐姐的环节。蝴蝶本蝶，刚开 IG 才看到你的线动，因为我也是昨天吗？对，我也是昨天才加的。外送大概都比店大概贵30%，是不是？那个马库多纳鲁朵也比较贵。没有吧，就少了优惠吧。哦，是吗？可能贵一点呢。就只能叫套餐，失散多年，你这样说，如果等一下当真，还没有，就是我们从小一起相处的亲姐妹。那希望赶快找记者可以再发一篇，你们同一间房这么久，终于发现，对，哎、欸，他楼上也会唱的，是不是？小阿飞，你不是姐姐的前辈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要叫前辈，以后要叫海涵前辈，知道吗？会不会叫姐姐去买柳橙子？我会叫她抱橘子。卢布以前有拍过老萧的《阿飞的小蝴蝶》，是小蝴蝶本蝶。对，对我昨天才弄精选动态。哦，刚刚的限动有听过，昨天发现有精选，对，而且我那个封面图还挑很久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精选，我自己是非常之满意。没有，姐姐是同年加入的，不要再看报道了。对啊，你晚一年啊，你忘记了。他记错了啦，超级可爱，谢谢。小涵涵，谢谢大家的玫瑰。抢红包的时候要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，拜托，拜托大家。对，好，大家抢一下红包。哎呀，常常来我的台湾哦，因为那个，因为很常会有人发红包，是浪花的红包，大家一定要常常来就可以抢红包。谢谢 Akira 的柯基，谢谢，是柯基啦，有是柴犬啦，晚一年要叫前辈，对啊，你要叫前辈，不要吵，说海涵前辈，哎，没事，阿杰。我每次阿杰他们都说唱错了，怎么是狗狗？狗狗也可以啦，居然用浪花吸引人，当然啦、啊、浪花多么吸引人，
你不要吵。我都留不住。阿杰。我好不服输。阿杰跟一家都叫我前辈。我只想说，为什么你叫前辈？因为长高精明。哦，其实有时候李明叫我前辈的时候，我也会觉得怪怪的。但他是很像小孩没错，虽然我们明明就同岁，没有办法想象对吧？我真的跟李明同岁吗？你觉得我跟李明同岁吗？你才比较老。谢谢包子的一封信，谢谢包子的行李箱。对，但是你们有办法想象李明跟我同岁吗？没有对不对？安安跟你同岁吗？对啊，安安跟我同岁啊。但我没有办法想象你比我小，感觉应该是你跟我同岁，或是你。对，你跟我同岁，但是很正经。安安同岁成长，真的啊？可是安安是不是比我还大、啊？是吗？是不是比我大几个月？是他是几月的？安的粉丝叫什么？小周啊，小周。小周，小周们，安什么时候生日的？晨晨今年要15了。玲玲怎么了吗？玲玲看起来很 UK 耶。玲玲跟你身高差多少？超多的、啊，他几公分？150几？158，我猜。还是他有160？他比例很好哎、欸，安03年的10月，对，十月的。谢谢包子的一封信，谢谢 JW 的玫瑰。十月吧，十月吗？这心中从没有离开过。玲玲是诗雅集的，为什么是诗雅集的？谢谢大家的玫瑰。再见面。你可以帮我跟可以啊。你爱我，你有没有听说？快点，手超酸的。谢谢艾拉的一封信，怎么就一颗？一颗也要给？来过，跟 Mina 其他成员都可以，很棒，很棒。很棒很棒，但其他成员一知半解。可是我觉得思雅看起来快比林大学没有、欸。其实我是认真讲，思雅看起来20出头，哎、欸，他本来就20出头，思雅看起来21吧，真的21而已。反而姐姐20吗？我真的觉得你有20吗？我真的觉得王一佳只小我几天。你感觉可能24？你安静。对，是真的。我思雅蛮童颜的，对，我在阿飞的小蝴蝶 MV， 对，你身高15而已吗？谢谢新歌唱主播心仪的老虎追踪，思雅看起来有快，哦对对，这个念过了，反正思雅嘛，对啊，思雅越来越年轻的感觉，逆龄生长的感觉，对。那时候看真的蛮像的，看什么？看那 MV 吗？我没有，我觉得你们没有办法联想。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联想到那个是我，真的没有。我觉得真尽力。我来看韩寒。对啊，有哎、欸，谢谢你们，好 sweet。明年如果考到机车驾照出来当三把时，要跟我通知一下，我可能会做一个纪录片，因为它可能有好几集。因为诗雅平常涂抹成人的笑容吧，有可能哦。今天才知道这件事，我也要涂抹成人的笑容。会不会怎么了？什么？哦，我的饭都还没吃完。嗯，只有一半哦，其他是大家的。嗯，我还有其他。嗯，没有，不管那个。Peach。I got my peaches on the doctor, just dressing. 好好听哦。我超级喜欢吃芒果，芒果超级甜的。好好吃哦。哎，
芒果是寒性的吗？是吗？这真的超级好吃的。要唱了吗？那咖啡了，我一定会口齿不清。现在只能涂抹莉莉的笑容，他怎么可能给我笑容？现在去留言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发文你们去留言。就差他唱歌了，但我不会唱这首。可是我一开始以为这首是就是抖音上面的歌，就我发现好像不是，是因为我一直看那个。网络上就是怎么教化妆，然后怎么样，很常都要用这首配乐，所以我才会开始就听过这首歌，然后喜欢上这首歌。但是，所以一开始姐姐跟我说她没有听过这首，我觉得很讶异，就是我以为这首歌很耳熟能详。对，芒果是韩信的。你问这要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。我刚芒果汁差点喷出来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芒果是很 juicy 的吗？我刚刚一咬，然后芒果差点从我的嘴角喷出来。用金汤匙没有，这是玫瑰金汤匙。玫瑰跟叉子。妈咪居然拿我的叉子给你用。想吃燥热，吃燥热会长，那有什么水果是燥热的？我家是小红书仔，龙眼是燥热的，说会流鼻血。我没有办法，但我还没有办法忘记上次妈咪逼我吃荔枝，嘴巴破洞。我是真的不喜欢吃荔枝，然后妈咪好像还尝试要塞第二颗在我嘴巴里面。但妈咪都已经去籽完，但我真的不爱吃荔枝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荔枝有一个味道。但我喜欢吃荔枝果冻。荔枝是啊，哦，荔枝果我也喜欢，就是不是真的荔枝，我喜欢。野果也喜欢，野果是什么做的？荔枝吗？小文姐，野果是什么时候做的？椰子吗？哦，不是，荔枝还是荔枝？荔枝是寒性的吗？荔枝是寒的吗？用三的吗？对啊，就因为妈咪去籽的就是一个圆圆的，而且妈咪每次都喜欢把食物塞到我们嘴巴前面，然后逼着你不得不一定要把它吃下去。对啊，谢谢大家的玫瑰，谢谢小竹子的毛起来猫，炒栗子，糖炒栗子，哎，是因为糖炒栗子才叫糖糖的吗？是也有啦，可是更大的是因为。糖煮栗子，糖炒栗子比较好。不，糖煮是为什么你要这样？糖煮那时候说，因为小晴他们是教主，不是，然后小迪是帮主。是那时候我忘记是某一个话题，然后讲到糖煮，然后就说问了个好问题，糖煮栗子，那干脆大家为什么是糖煮栗子，应该是糖炒栗子，温性有温性哦。温馨教主膝盖帮，就大家都记得比较清楚，我们的事大家都记得比我们清楚。糖煮，想要糖，但糖炒栗子比较好。是不是就说就想要那个有点气势一点的感觉？好像应该来个什么糖煮之类的。糖煮有一种堆堆堆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千江水，千江月，千里红尘中山，千里江山我相随。万里话，万里声，万里愁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上要惊。什么款的煞气？什么款的角色？什么款的娇雄？着阮心啊，对风顶。这首跟另一首那个人偶那首叫什么？我是应该是最熟的台语歌，就从小唱到大。人偶那首叫什么？
不接他紧闭。这首叫什么？这首呢？千里蓬城中山，千里江山我相随。比自己的歌还熟，歌路怎么又变了？万里风霜，我想要飘。外干性温，什么款的叫？先离开了，拜拜。哦，灰熊绿，哎，灰熊绿，灰熊绿。什么款的对路？什么款的温柔？哦，我天涯拢想你。千古以前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拢现在起。我就想到那个 QQ 的 key， 非常绿。谢谢牛奶糖的吻手礼。对对对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天，对着你的无公理。非常绿。缓缓缓缓过一世人，心肝愈沧桑，找无酒来啊！烟起啦，莫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。该准备下班了，好。女人的心豆腐多，为你破碎，任由江北味。以前 QQ 也会唱这一首，然后他就会跟着唱，就是滴滴滴，喂，什么东东的，就很可爱。他说真的好久没有，很好久没有唱这一首歌了。灰熊路。对啊，为什么看的是布袋戏？好。We run to you heart， 就是曲库那么广。其实我小时候很害怕这个，有点害怕那个眼睛。为什么我以前是看这个 MV 版本 ？And 到什么地地？And 到什么地地？有一个读一遍。快来快去呀！心去飞，卡卡你会唱。风呀，这里转过来就这里呢。这首很难呢。一阵痛，一句话。该不会一起破音吗？用真心买一个梦，比花比卡甜哩。地感情路，谢谢东的香槟。谢谢曼妮妮妮，我破音了，好，我献丑。谢谢东的粉色特别版香槟。太久没唱这首歌，忘记了。而且我们以前其实有在那个 KTV 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中文去。唱嘟嘟嘟，你有印象吗？我用中文去唱每首歌，真的很无聊。就奶奶在那边唱，我们在那边啊，追追追追到你的心，追到你，然后奶奶也在唱。还有什么？酒干酒干酒干，那干有无之类的。妈咪就说，对，要唱这首歌。中下班，然后我们就说，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唱一样的句子，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唱？为什么？好，来来念吧。今天的第一名是七二四七儿，谢谢七二四七儿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哈吉哈吉，谢谢哈吉哈吉。第三名是艾拉，谢谢艾拉，谢谢。卡卡尼。第四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谢谢。第五名是祖祖，哦，西恩，我刚说什么呢？西恩，谢谢西恩，谢谢。第六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。第七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
第八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。第九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第十名是何恩，谢谢何恩，谢谢。我现在发现是不是何恩头贴这种狗狗好像差不多啦，就是这种狗狗很可爱。直播辛苦了，现在超可爱的。已经不接他几笔。好啦，为什么我们以前会唱这首啊？没有念我，你知道谢谢我吗？哦，我看一下哦。你知道这首什么吗？爱情很奇怪。很厉害。现在第22名的李阿丽姐姐，谢谢，谢谢大姐。喂。要记得更新，好好好，对吼，真的会忘记。豆仔在家胖了两三公斤，所以的确是维度，我记得好像有看过。好，好，记得更新，记得更新。安静很喜欢。会作词的婉转来表达我的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对着你无边的情海，无边的，无边的情海，拜拜。这里叫大姐，没看过我跟你没讲，没有吗？你不是说你在家长了很多公斤？好。你的温柔，你的风采，你的美丽，美丽你的光彩。好，拜拜。对，我小时候是短头发。对，我等下会发文，你们要去按赞哦。谢谢是雀儿的猫猫抱抱，谢谢。是真的亲姐妹，真的啦！不要再怀疑了，我们是真的亲姐妹。表达我意爱。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你的风采，让我对着你无边的情海。拜拜！哈哈哈哈哈！再次，这边再次。你唱女生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拜拜。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对着你无边的情海。好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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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真的，他真的唱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自己听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再次，再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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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对，拜拜。